都超过两万，一万七八。你说外佣哦？花莲。对啊，我那时候也是有这么想。可是还要跟他心灵沟通，要不然他等下不愿意去就麻烦了，他会装死的。真的、哦？那你麻烦就等他装香一点。对啊，会耍赖啊。好高哦。没有，那已经是最便宜的。其他都要三四万，所以我才说要把他的身障等级再往上升，你的负担会可能会少一点。有啊，慢慢。他们真的很麻烦。就是啊，干我什么事啊？对啊。虽然你这样这么说，但是你还是付。对啊，没办法。付了两年呢、欸。被咬死。儿子，他住院住了一个多月，还要请开路人。重大伤病卡。他那个医生有帮他开重大伤，所以他开刀也比较便宜。可是开路人二十四小时哎。一天两千，两千二。对啦，两千二。对啊，一个多月，他住了一个多月。好贵哦。我现在住院也要请看护啊，不觉得那些钱。我没办法工作，可是他后
不要上。我在家里面没有，他自己在赌博买房子，没有了，哪有，他连房子都没有。这个是我姐姐，因为我大姐去日本嘛，就是她嫁到日本，所以那一边就是给他们住了。可是那一边也不是他们的，因为他又不工作。那就是很正面，什么庙很烂。这是个无赖，我们店里也有这种人。对啊，我说这个社会还是有这种人。我们店里有这种人，到处借钱。他之前也是去贷款啊，我没钱还去贷款呢、啊。然后那个一天到晚来讨债的。啊？那你以前到现在都有传联络吗？跟谁啊？就是没联络啊，只有那个。家机会打来说，哎、欸，你去你去，我不知道怎么找到，他就只好去家医院看，他就去医院看呀、啊，病了，他被人家捡到，就是到医院去的救护车吧，是哦，他真的很惨，我是他唯一的，哎，你是有女儿吗？有孩子吗？他现在只听你的、啊，他哪还听我的啦、啊？然后那个也是很有个性的，是哦。那最好是不要讲话，要不然越讲越生气。哦，他也会发脾气哦。对啊。他要帮我死跑死，就想你赶快死一死就。哎。可是要在医院，那个医生还在讲，他病人心情很不好啊，你们要多多关心他。我听到都在气，我都在讲。算了算了，我都不要讲话。关心他，对呀、啊，自己都没有责任，反而关心他。他女朋友就造成别人困扰，都是。哎、欸，他还说他很老兵哦，他说他赶快复习呀，他造成你的困扰。还是一天到晚吵麻烦，不用。可是他没有想要做复健的话，有做，就是也没有好。他后来有做啊，有做啊，就是做他说脚还是没力啊，就去检查、啊，就说好像有压迫到颈椎吧，还是什么，就是可能要做这边的复健。嗯，偏移。但是说有时候手麻，有时候脚麻，他不气气。他想办法，不要不能走，不要不能走。
他坐轮椅脚就可以走啊，可是他站起来就没办法支撑。没有，就怕医生没有，因为医生有可能怕术后的肌肉问题。对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在身上鉴定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去复健，那个复健是觉得他应该是之前撞风撞到了。如果是中风的情况下，中风还是可以申请残障，但如果不是的话，就比较这样。对，因为像一晨他没有去深度，啊，我跟他说这个膀胱已经去深度，就多几下这样。很多疾病的话不知道，我都说对啊，因为我们，然后他们，我都告诉他们说你们器官也要去深度，你也不知道啊，器官要深度的吧？膀胱啊，因为我们膀胱是导尿最偏深度，它也是身上的一种，但是你没有办法自己上厕所，它就已经是。做成身体上的缺失啊！可是我第一个心脏开好了，还算了。算了，那是因为它是天生的，不是后天。它后天是天生的。他只要有填到手册，然后身上伤口几乎是不会吐的。他就是保持健壮，可能不能太。知道他是开什么？开心室肥大。不是，他心脏里面长东西，长瘤。不是。我觉得是血栓吧，它就是两个心房，两个心室吧，本来是开一个，后来第二次又开另外三个，里面都在东西，医生就说不好再开了。没有，我觉得是他没有好好吃药，我觉得啦。不是，所以他之前有这一块的问题。啊？因为第一次是开的，就是他心脏里面有东西，他常常没有办法躺着睡，因为会很困难。